见后情情，素魂别动，也够如素两遍，拢是雕定古情，该是万幸破我的神地性啊。父亲，论你丢我的苏家修行大无情，苏我爱为一不相应，观作花暗红不定，一相应不宁大爹切莫提示啊，此事那需要正正正功定人在调中领导，更加需要大爹在树叶宣传教牧。大爹啊，你在枕头枕尾名声华人一路之上拢听得一清二楚了。是嘛？大爹是担心建造处分会浪费金银珠宅，是吧？红飘啊！情深可恨我所幸，待尽天下救性命，两相共定遂为生，大爹啊，做是建造这尊大佛，一有定乎国家之功，二能公选佛教之先，三苦累积民间之众，殊患提供
真济工作机会，予赤贫之人。制作佛着有四种利益，国家百姓好处，着不知大爹有何想法啦？是吗？大爹啊，只要会当帮助寡人建造大佛，寡人可以答应你任何的条件。是，既然圣上旨意，不如就向圣上讨一块列丁国危难亚的高粱土地，如今要建立一座极高独院，予受戒的人在迄个所在清修，以报如今你为文殊之情啊！哦，大爹，你能为文殊，应该就是德公上师一道教法师吧？寡人也真怀念两位长老的德行。好，寡人答应你。多谢圣上。希望令不负德公上师以道教法师的教诲。请注意阿舍的上殿。
万。恁这两位经理，今夜是阿少哩。我无算是什么阿夏的呀、啊。那呢，就请你下在等我。皇主，不得无礼。今日是武家大会，将正一级俗家，拢是平等无差别啦。请注意圣经禁令。这、啊，是啊，皇主。快请圣僧进殿。问这位圣僧，是哪处明察圣恩、修行的大德啊？小所在，不敢夸口明察，是故宫寺，是大和国甲上近的故宫寺寺，正是。就是盖书得功相书啊，不敢欺瞒天皇，贫僧便是得功。哎呀，果然是相书啊。也求问相书，这是贫僧个人的选择啊。小天在想，因抓情
昏夜沉沉，菩提心，多心多功，同心行。原来圣僧去做了苦行僧啊，但是佛祖岂不也游说苦行无益，何不随众僧留在调中为我解说佛法啊？想当初世尊就是在菩提树下苦行苦思，最后证得无上佛果，虽然经历不同，但贫僧认为世尊亲身试过苦行，完全学习到世尊的修行历程，复制世尊的苦行，无定着就会当理解世尊要开始的佛法真理啊。圣僧的想法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哪呢？后面那位就是你的弟子了。是啊，不知天皇敢也还会记得，九年前，这座药师寺特别开建的时阵，有百外名僧众被剃度出家之事啊。是啊。那是官人卧病在床，神龙为了要让我康复，才发愿启建这座药师寺，而且举行剃度大会。官人心想，那是要感动佛祖菩萨，也是要身体力行，所以苦劝先皇，和官人也来协助主持剃度大会。莫非？莫唔对，这位沙弥名唤行基呀，伊的道店就是当时圣上亲手颁证。每年伊都要受记足戒，成为真正的比丘沙门咯。蒙受圣恩，开光。众圣僧也已经准备好，好，那呢？道教法师，在，请主持法会，是。
造圣像，神有一事要上奏。今日是大兴佛寺的好日子，有何重要之事，奉旨非造不可呢？神旨要事，就是以今日佛寺大有相关。我已经知影你要讲什么啊！无论如何，药师师的工程未完全结束。为了先皇的遗愿，这是一定要完成的。神不敢拿做圣像，但神希望会当约束这种工程。而且啊，神一定完大神已经严厉一份法令，请圣像稳准颁布此项法令，利益重生啊！既然是有利重生之事，你不便听信。是，在此。起造圣像，现在天下有不少人，甚至剑气头张，倾向假戏法医，妄作沙文，或者伊是沙文者，贪一种性功用，妄说罪恶，是一造位之师、干邪之师，频频离去，逼神上造。是为今日驾在边下五条路顶，希望圣像稳准办下路顶，针对今年的管理问题，会当有搁较好的做法才是啊。伊哩的意思咧，会当让众生住伫咧原寂寺中，了无三昧正功连续，不可随意出外突破。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，我一定完大神，用正在思考，也伫征求其他大人的意见。大胆！思念不断做迷津。请你又自己建模盖路，若非犯了国法，岂可随便制定今年的规矩？对今年的约束，也是出自你对国家的观察。真是王妃先皇看到爱卿的命令，竟然不负好歹，用这种方式行动的敬我不敢。多谢师父教导。